十号马现在落后半个马身，现在进入六号，六号跑到前头去了，六号处在第一位。我们看到能赖到的进入了中途赛比赛，赛程现在已经来到了一半，跑到第一了。十号超过了六号，十号现在一马当先，现在到最后要加油，最后的时候要求马要拼命。这幅画面叫做真正的快马加鞭，加速，最后直到冲刺。五号上来了，五号漂亮，他完成了超越，他第一个到达了终点。